Hello， 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白同学。白同学今天要来推荐一支的啥工作灯哦，不离蜡烛，来开箱去吧，开始。瞬间不离蜡烛哦，然后它这个哦，三普鲁的话，它是那个黄黑的哦，啊，但是一夹来寻我来得寻，不晓得有没有办法选颜色哦。你不要，你可以官网去看啊，它可以哦，这边有高效能的那个头灯哦啊，这个时候才可以当，哎，这样旋转，哎呦。我怎么才知影？啊，这当磁铁当吸附，哦，那这边的话就是这180度还是360度的哦，还有就有开关啦，哦，然后充电的这样子，好，来这个所在，好，然后它的一些哦产品的功率啦，这一些的哦角度啦、流明值啦，哦，这个所在你家己去看者，哦，好，好，来，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哦打开啦。哦，这我之前直播有开箱过，但是我想讲，家拍一下高清的分享给大家。哦，伊是寄这个啥，迄种灰色的哦。我来看一下，哦，伊只这个所在哦，这就伊的开关嘛，点落哦，它就会亮。啊，等一下我们再出去外面测试一下，啊，你再按一下哦，它就不见。啊，这个是迄个啥 USB， 它在充电的，然后它很聪明，是用 Type C 的哦，非常机巧。啊，迄个下骹叫磁铁。哦，这有磁铁，还有这个哦挂钩的部分，我们等一下再实际来操作哦挂钩。啊，再来哇，这个所在哦，不离蜡烛这边哦，开开啊之后来一段哦，搁电了哦，来电唔对，歹势一段哦，伫遮第二段，搁一段这个路光，搁一段关掉。啊，伊讲遮无，遮当洗我看卖，哎呢有够巧的啦。哦，但是它旋转没有办法360度哦。哎，会使，安尼个会光哦。夭寿，这真设计这支真有巧，你唔知？我真系惊呢，因为它这个哦，基本上一这当安尼洗哦，一这头前才变它接触我唔知。来，我们先室内把那个灯全部都关掉哦，关掉之后、哦、来哦，543的灯落。灯落，来，好 ，OK， 看一下，好来，我家的吊扇，我们这个先 LED 关掉，哦，然后这样关掉，哦，它是完全看不到，你再打开，有光无？是不是非常的光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来，然后我们这个哦，下面这个把它拨开，哦，这样，换这个哦，再点一下，好来。有光无？然后还有一段哦，搁灯落。后、哦、来这第一段、第二段搁入光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这样就完全关掉了。啊，你也像安尼有无？下面它照明可以这样子呢，哦，够光呢。我完全这样子，啊，搁关掉，有无？搁开，惊呢。好，出去外面。哦，瞬间来到外面啊！现在我拍摄的话是凌晨大概4:30，哦，模拟在外面的时候，哦，啊，过了一圈，来引擎盖打开，后瞬间开开，这个拉出来，然后手机的灯关掉，来这个第一段，有光无？哦，拿开就这样。第二段，来第一段，第二段，哼，真光呢，来。然后我们把它弄那个前面的，哦，这个，哦，这是，哇，一颗老鼠屎坏了整锅粥，你有看到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工作灯的部分，我们要把它哦立上去，哦，过来，开始哦，你这应该是吸得到了，哦，真赞呢，不离蜡烛。有光了，哦，非常的亮哎，光源是这样哦，你怎么这个动起来无？哦，真正非常之不要蜡烛的光，好，收起来吧。这支不要蜡烛真正赞，哪里下单？白同学影片下方链接点进去，卖场跑出来，在这边点进去。加入购物车，下单为支持白同学。